你不行，你那个太闹了，然后后面的吹蜡，哎，没有，帮我吹蜡烛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我教吹蜡烛啊，对啊，对，我觉得都可以啊，可以上手。那是我的手吗？那个手，我都变你的手了，那是我的手，啊，那是你的手，怎么说就变你的手了？没关系啊，我只要跳一秒，到这边，然后吹蜡烛单独就好了，拿回原位，然后吹那个韩寒，吹蜡烛真不错啊，闭眼许愿。是闭眼许愿，是不是？对 对, 對，闭眼许愿再吹蜡烛。OK， 来吧。那我们要吹吗？我们现在是对啊。有特写吗？没有，就是差不多他们两个。哎，对，特写。对啊，是特写。好。OK。哎，我们不用退，我们不用退，不用退。我不用退。我们还要继续。一样是背景开心。我们太可怕了。对。突然许愿就没人。就待到久就跑门了。我们是灵验的，来吧。好。那就。我们要干嘛？后面要干嘛？他的哦，等下就许愿呐，对他许愿呐，我们没什么，我们等下讲三个愿望出来啊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、啊，没有，你就稍微一个啦，就是闭眼睛许愿，闭眼睛许愿，想可能稍微想一下的感觉，对，等一下，算了，是 OK 的，好了，三二一，走。又来走，好。应该是不用，因为他许完愿，吹完蜡烛就结束。这样吗？可以啊。然后呢？再一个。好像，还有你这个。我也笑。哦。还有一个穿皮衣。再一个。但是模式差不多，再多一点点就好。真的玩调皮耶。但是也可以的，再一个啦，再一个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来，厕所，这个倒是，别做到厕所才调皮。OK， 走，好了，好嘞，三个一走。好。不然应该是让他吹洗就没了。嗯。来吧，我可以上厕所了吗？哎呀，不行啊！再一个，他偷笑了，你不要在那边乱呐、啊。谁笑啊？我哪有笑？啊，他很开心啊，为什么不行？很开心啊！可这开心不是那种怎样？看一下，不是那种发现。你看他第二个那个笑就已经，这比较像偷笑的笑啊。哎，我觉得看起来很开心啊，就是洗到很开心的晕。然后我觉得，这还觉得很可以啊。是吗？我觉得很像偷笑嘞。你看，大家都是。不然你吹蜡烛要一个脸塞饼吗？对啊，塞脸。不是那个吹蜡烛的喜悦，应该是那种，这个不错。幸福的喜悦。不会啊，这不错。许完愿望就笑起来啊。你觉得这样许开不开心？我觉得这是腼腆的，他可能想到什么笑一下。对啊。会笑一下。哎，这很赞嘞。很赞啊！对，这超赞的啊！真的赞，其实我觉得是偷笑啊。没有，这就是一种会心的，是熏陶一些。他刚刚想到一个好棒，你刚刚偷笑啊，很棒哟。没有啊，对不对？太精美了，不会啊，我觉得这样是可以的。但我觉得可以，就是那种也可以许像甜，相当快乐，是甜的，那就可以了。我要许什么愿望？那就可以啊，还是你要再一个？没有，就这样。OK， 大家都觉得。